嗯，什么呀？奶酪棒，谢谢。我藏着吃去。我尝一下，是不是？又很自然，废话也不多，然后直接掏出来啊。因为我很喜欢吃，好甜蜜，我们都觉得好吃了。哇哦，带了那么多，以为就是惊喜嘛。这些都是花心思了，对，他提前了解了，他总有让你很意外的一些东西出现，会制造很多小惊喜。我觉得女生好像都挺喜欢的吧。来加吧。是是是。所以你最后是为啥同意了？因为你不是跟我讲过你的想法就是想改变自己，对不对？那我也是一样的呀。我选这个答案，可以可以。那跟你昨天有什么区别？我今天会考虑更周到一些。嗯，你说了什么我会记下来，不仅是脑子记，还用手机记下来。豆豆说话特别像个老师做总结。我很喜欢他这样说话，然后这个男生这么听啊。关键男生说我会记下来的，我会做好的。对，其实我能观察到你在用心，然后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会先替我去着想一下，然后有些事情你会更主动一些，我能看得到。我觉得你改变了。你饱了？哦，差不多了。你得吃点面啊。马上。一会儿先去那个什么吧，给你买那个眼药水，好吧？然后就直接奔营地了。对。你猜要去哪儿蹲？如果你猜它的误差正负20分钟以内，我给你个惊喜。来，猜吧。一小时十分钟，猜对了，一小时21分钟。嗯，来吧，惊喜。进来，哥们儿。哎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有选个果肠，带奶盖的。这师傅就是，我看他好像刚走过去，然后你就让他进来了，怪不得说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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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猜，我以为倒计时呢。我其实稍微那会儿的时候有一点点就是小小的想法在里面，我说吃饭还玩手机，其实他是在准备给我订奶茶。